早晨好，看，这边又是云和山混在一起，还有点下小雨。有个问题就是，这两天的收音可能有点问题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，昨天的视频里边的这个风噪啊和发动机这个声音啊特别大。因为我的话筒的那个连接线 GoPro 的那个音频线啊坏掉，而且买不到。要去加水了，这边的水质特别不好，旁边因为那个那条江是那种泥湿泥，就是泥特别多，所以这边的水都加不了，酒店的都不行。这儿说有个蓄水池可以凑合可以用，他又在外边要加水。中午我们在这儿吃顿饭，吃顿饭之后我马上就要去继续前进龙达山，今天可能要过8000米，所以要多吃点。哎，是不是得少吃点啊，以免到时候吐啊。不会吧，先吃。如美这个地方它其实原来并不是有这些酒店，都没有这些东西。刚才老板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有呢，因为它两边都高，芒康也高，再往前面走东达山也高，很多需要休息的人啊，这个地方只有海拔2000多米。所以我推荐大家，如果到芒康和这个东大山之间啊，在如美待一下，这边消费很便宜。我们五个人吃了一顿饭，花了155块，点了5个菜，没吃完，量太大。我们准备出发了，看每次出发之前这个前排吃的一盆。好了，现在就准备出发了。这有自然的呀，这不自然演出来的有什么意思？是我也没演呀，但是我得注意形象吧，我总不能没事再吃东西吧。那你还在乎这个吗？这个不是你在乎的。你先出，你先出，出往出走。走错路了，然后这个现在路给堵在这儿，我们结合这个大车还不知道怎么弄。318，这路走得太险了，这护栏就是一个小小杆子，我这车估计它冲过去它拦不住吧。下边就是大悬崖，哎，可以超车，转弯超车是不是有点危险？遇到修路，应该是一边让一边让完再走。在这边堵车了，前面不知道什么情况堵了3.9公里。哎，开过来个铲车，刚好可以把车挂在空档上，手刹拉起来休息一下。前面怎么样，堵了多远？3.9公里。3.9公里。嗯，对对，上边堵了，上边堵就不让咱们再上去了，上去就更危险了，所以现在停在这个地方堵车了。但堵车你看这边的风景多好呀，那个山在云里，就是心态要放平，我觉得出来玩堵就堵吧，跟停在那儿其实是一样的，反正也不敢。哎呀，你太危险了。一直想找个停车位照相，你不是一直想找停车位照相吗？来、啊，一直想找停车位照相，但是没有停下来，现在给堵在这儿了。这个位置还不错，我们现在要在这边等20分钟，等上面修路，把路修平了，我们再过。看这个装载机要过去，从那边过去。这边还是很美的。刚才上去一个大巴，武警救援大巴，这个应该是上去修路的吧，拉着满满一车人。看这儿多漂亮，我们就是从那边那个盘山路一路上来的。
然后放着这个西藏的歌，这里就是西藏啦。还在继续往上盘。你的春天来了。雪山。我的春天，我的春天是下坡吗？对，因为我快没油了。因为一路上没有碰到中石油石化的加油站，其他加油站的油也不敢加，所以我们现在只剩一格油，还要再跑将近100公里吧，所以下坡对于我来说绝对是有利的。刚才一直在上坡。因为前面有肉肉带路，然后我们知道这边没车，可以放心的超车。它这个小溪的那个水感觉挺好的。看到下面的小溪。好的。穿越广西在村，是不是你们之前碰到的那个人呀？骑行呢？啊，这海拔四千六百米的地方骑行，这个氧气、身体素质应该很好。耗氧量又要低，还要有耐力。他们这个又不是刚停那儿骑的，人一路骑上来的，早就有一个适应的过程。对，他骑得更慢，应该是比咱们上来说还慢。骑行在哪儿住呀？是骑到有住宿的？对，青旅或者没有地方住，他们就路边这种房子搭帐篷啊什么。啊，好爽，慢点走吧。这个太高了。站着舒服，姿势不自然。对，耍酷没耍酷。对，耍尴尬了。那里面全都是牦牛。嗯。前面那个应该就是东达山了，现在一直雪一直在下。因为我们过来之前啊，就听说东达山在下雪，但是我们还是出发了，就是要赶上这种天气，其实也蛮好的。我们计划。等会儿到那儿之后休息一下，煮点奶茶，喝奶茶，然后再出发，让车也休息一下。毕竟这个一路在爬坡，现在差不多已经快5000米了，4800多米了，也没有什么感觉异常，还好。就是下去等会儿需要适应一下，不要大喊大叫，不要跳，完全进入纯白的地方。这应该是部队吧。守山的部队，纯白的世界。山为什么要守？守公路的，公路。这样打开吧，打开之后看到。好美呀！啊，今年一年都没过过冬天，没见到雪，这回终于见到雪了。换羽绒服，这件是那个，因为瑞瑞回来说东西太多太麻烦了，还要带回去，所以他穿我这件，我还有一件。我现在出去的时候呢，还要带着金帆我们的。看一下，风太大了，大家都在这儿照相。既然来了，凑个热闹吧，凑个热闹，有点喘，有点喘。去找军哥去，这儿可以走在路上，因为全是人，车一般都会过来按滴滴，看按喇叭提醒你，有一点点喘，但喘的不是很厉害。等一下这边你看，这边都是金帆，我们就要把这个挂在这边，等那个瑞瑞出来，瑞瑞现在还在车里边。你看挂这边吗？对，就这边，你看这边都是挂着这个的，起伏的。就是那天菜市场有卖啊，然后你转到啊，不要撤，不要散开，不要散开。左左，麻烦你拿一下相机。哇，风太大了，这边拿给我这个。你去那边，我在这边。